哎，这个球直接放到陈佑伟的空档，篮下得分。对，好球，田浩送进去，拉杆之后法师被干扰了，难得反击机会，卢哲义来到场上，这个球给禁区，半胜得分。两人是挡拆，陈佑伟空中的抛投球弹进。赵富切入禁区，一抛没有，后面有半身补进。好，这个地板球黄俊彦交进去了，好球。高国豪进场 ，Bennett， 哇，这个转身面对老朋友。照样进，也有身材上面的优势。我再来看一下这个脚步，非常漂亮啊！有辛巴当然有点。再回到佑伟的手上，剩七秒钟。提前李佳瑞防守，陈佑伟一个高打板，哇哦！哇，这个超级小人物上，放给看扁哦。外线假动作之后，卢哲义，哦，今天卢哲义不错哦。得意，身体被碰了一下，要来拆炸弹。哇！彭俊彦原来要这样子才能投进啊！哇，自己都笑出来了。对，尤其是当王柏智在三分外线持球的时候呢，其实辛巴就离开禁区了。好，这是小帅的机会，终于感受到一下他的强，状况就越来越好。没错，刚这个拦截是拦截的蛮准的。你看到这个灌篮，人家毕竟真的是在大学时期可以缴出场均15分。